新州镇政府安顺的主动军事2亿4000万，而西天一处有5000多个国民运动中心，将其定位作全面运动馆。川普高州区对高州研究发展了民主中心，先谈民众意见。有人认真建议从天台一部分，而做的容纳两台天台轮椅的空间。针对爱诉求，建筑师也否认。同时，这几条天台是做的展演，也做的在乎两种的，所以空间来在成都提出未来。贵栋建筑的工厂按说年代之前是文盲出去。那个芝山从化区里面的一个机关的一个用地，好，那这个部分来讲，它的建筑率是50%，然后居率是200%。建筑师说明建筑设计规划，主动全面认同观，为分组提下一千，韩国提面四千，做的用盖面积大概是1534平，工程经费是高油普提就数，韩国新竹县政府来出盖。这是总共是1亿的经费，那再加上县府啊自筹1.4亿的经费，所以这个案子总经费是2.4亿。另外，建筑师初步规划全面运动馆会有最新的天旋风，韩国别 Q 点六高速，还有综合 Q 冲，对某种那个天台部分，让你人提出建议。电梯来说，它两台轮椅是 OK 的。那如果我们现在接下来规划这个的话，它电动轮椅是不是可以进去？它的宽度大概多大？我们考虑说，以后有可能要办活动，有可能有些东西要运输，所以我们现在做的是透落地，详细的尺寸。我到细部设计的时候会提出来。那以就目前来讲的载重，希望可以到达1米。新竹县教育局讲，让全民认同馆当地开做基本韩国校友的设计部分，提供民众有建议，做得用书面传纸，然后寄到天子信箱本教育局，起个工厂完成年尾会冒出去，未来做得变做当年的认同场馆。下个新闻，我们用新竹报道。